暑假在家生存法则。又上不了课，又求了。哎，十三分钟有吗？阿玛，洗脚。十几公里的路不开车，扫个单车也不行吗？我们不累啊，我们还能走。嗯，走。都五点了，我们去吃什么呀？五点了。嗯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回家了。啊！哥哥，这是我的福还是我的门？停停停！发消息你们怎么不回啊？假期在家绝对不可能看一眼手机。那你们干嘛呢？这是我们的新战术啊！我们准备参加北京移动动感大学生活动。动感大学生？对啊，活动有三条赛道：我唱歌、语言配音、东池朗诵。这个活动啊，不仅能够锻炼自己，更重要的是一等奖5000元现金，二等奖 Switch 游戏机，三等奖佳能 NASA 登月拍立得。而且啊，如果拿了冠军，还可以受邀参加各种大型活动与会议，比如参加北京交通广播特别活动。前三名啊，还会为你在录音棚打造一个专业的作品，还会被各种青年媒体报道。真的？我也要参加。你关注北京移动动感地带公众号，在趣味地带专区就可以报名参加了。哇，好多人参加，我能行吗？放心，还有我们呢。走。哎，9点了，上床睡觉。